兄弟们好，通宵特地在电影酒店睡醒了。现在的话是上午的11:42啊，马上12:00了。哎，这个房间是真的一点都不隔音，那个隔壁打混的，那边打游戏，啊，吵到了快精神崩溃了，兄弟们。这个觉睡的是一点都不舒服，哎，先起来，哎呦，先精神精神，喝点膨胀，哎，喝点膨胀，兴奋兴奋，哎。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，12:00啊，剩下20多分钟，知道吧？哎，现在有我衣服的时候，我就是被吵醒的衣服，然后挂在那没干，然后就把它挂到那叫洗澡间了嘛，因为我忘记上面有取暖器了，开到取暖器的话，那衣服烘了一下，烘了半个小时吧，哎，应该差不多干了，再看一眼干了没。在这个地方烘了一下，哇，好热呀！我的天，跟蒸炉一样。还行，刚才在厕所烘了一下，还真管用，好吧？上面的话基本烘完了，就这个裤脚，这边还是湿的，这个出去一晒就干了，不管了，哇，大部分还是都是干了。现在的话是48，还差10分钟，好吧？哎，现在退房去了，准备吃饭，回桃花坞车再睡一觉吧，还是有点小困啊。今天阴天嘛，没啥太阳，看看白天上网的兄弟们多不多？白天不是很多。在我的豪华五手车睡醒了，现在的话是晚上的8:17，哎，马上8:30了。今天从电影酒店出来，然后本来想回到车里睡觉嘛，哎，发现在车里根本睡不着了，晒的车太热了，然后就去网吧玩了几个小时，玩到了5:00吧，5:00再回车里睡觉了。那时候不感冒了，热了，哎呀，睡觉前就还是用了瓶子顶着嘛，那通风嘛，这样通风大一点，不然你要全关上的话，哎呀，根本不行，睡不着，太热了。哎呀，现在还是有点小困啊，该说不说，最近睡眠我总是感觉不足，哎，先开车门透透气儿 ，Let's go！ 一开这个门，瞬间，哎呦，瞬间凉快了不少。哎呀，最近没什么精神啊，也不知道为啥。先顶一颗。现在都已经穿上鞋了，今天的话就不洗漱了，因为从电影酒店退房的时候洗了个头，现在的话就一天洗一次就行了，洗多了也没用，好吧？光刷牙的话没必要去洗手间了，好吧？主要是洗头了，好吧？直接出发了，不能耽误自律，关下灯吧，出发了。哎呦，该说不说的，想拿这样爱美的人不多了。哎呀，又自律又爱美，少见了。哎呀，贝贝呢？贝贝。Let's go！ 现在已经到网吧附近超市了，先把公牛都安排上。刚才想了想，就那天吃那个饭嘛，哎呀，没睡个困了，现在不饿，所以说饭的话，饿了话再吃吧。现在这冬藤，拿两锅冬藤，饭可以不吃，疼痛必须喝，不然扛不住啊，兄弟们。我拦住了，兄弟们，现在已经到网吧了，精神起来，快乐加倍。没什么机器了，上网的人真是太多了，兄弟们。兄弟们。
期待电脑补充快乐加倍，对吧？但是两瓶东盟也不知道够不够，主要是太困，对，就是没胃口，吃饭吃不下去。这边烟还有红图嘛，昨天没抽上，还剩下半包，半包肚。然后又弄到红蓝镜，红红火火，都是红色的，红红火火。现在各地的人太多了。现在晚上8:45，对吧？大家晚安，明天见，晚安，了个巴卡。